好，来看到这只海鸥真的是太坚强了。英国英格兰有一个摄影师呢，日前发现说有一只海鸥，它的颅骨呢已经被一支短箭给射穿过去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好像一支笔射过去了，它居然还可以飞行呢。那么拍下了这张照片的摄影师说了，这只不幸的鸟儿让人触目伤情。短箭大概是由十字弓所发射的。那么这是当地呢布尔湾区最近所发生的第二起射海鸟的事件，中箭的这个一只的这个鸟儿翅膀受伤，而这只呢是头部插着一支箭了。